暑假到了，也是学生求职打工的旺季。人力银行调查，在今年七月份兼职工作的数量逼近了19万个，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。而求职网上呢，还出现了时薪1000元到4000元的家电清洗员工读职缺。不过呢，专业的水电师傅就提醒了，实际上薪水可能不会这么高。高压水柱来回清洗，冲出成年污水。夏天到了，清洗冷气机的需求暴增，求职网上也出现家电清洗员打工职缺，还打出时薪高达4000元的诱人薪资。不过有专业的水电师傅提醒，实际上薪水可能没有这么高。行情没有到这样，我们接一个洗冷气的工程才3000块，需要2个师傅去。对啊，然后一定基本上一台要2个小时，比较没有经验的人洗完之后反而漏水啊，或不能啊，或坏掉啊。人力银行调查暑假各种高薪工读职缺，除了家电清洗员论件计酬，一件1000到4000元不等，另外像是健身陪练员，时薪最高2000元。比较特别的还有资安讲师、AI 数据讲师，时薪也都破千。东南亚语口译员也有机会领到1000元时薪。而今年七月打工职缺也比往年要来得多。目前七月呢，总共有19万个兼职的职缺，它是创了历年同期的新高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呢，成长了23%。另外，劳动部提醒，就职日当天，雇主就要申报打工三宝，提缴劳工退休金，也不能雇用未满18岁的人从事危险或有害性作业。今年截至5月，已经针对违规雇主开罚超过4000万元。学生趁暑假赚外快的同时，也要留意权益别受损。记者陶轩、蒋慕宇台北报道。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囤房税2.0，未来将采取全国归户，让各县市分散囤房的人无所遁形。另外，超过3户的囤房税从最高3.6%再加重到4.8%。光靠月薪，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。为此，政府打炒房再出招，即囤房税2.0。三大重点包含原先以各县市归户改为全国归户，等于全台统一纳管。超过3户，就算非自住，课征的囤房税也再加重，从原先1.5%到3.6%，调高到最高4.8%。各地方政府更从可订定囤房税，变成在范围内必须订定囤房税，影响将近36万户。应该会吧，因为毕竟税已经变高了，就是他们出租之后，他们自己也可以，就是赚到一点钱去缴那个税，这样会比较公平啊。我觉得改成必须订定是好的，规定成必须要做，他就不得不面对了。我觉得。多多少少是好的。年轻族群普遍认为再向房市健全迈出一步，不过有房产业者担忧租金会因此上涨。过去的经验是，这些持有税负的增加多数会转嫁到租金上面，所以可能租金会多少受一些影响。我们能够去鼓励释出，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的时候的这方案里面呢，对于你有出租的，而且有出租的部分原来是 1.5 到 3.6， 我们也调降为 1.5 到 2.4。 鼓励自住或出租，政府也予以调降税率，囤房税2.0三读通过后，预计明年实施，后年开征，实际成效如何有待观察。在台北综合报道。影星金城武曾经拍摄长荣航空的广告，在台东池上一棵树下取景，结果让这棵树爆红，被昵称为金城武树，变成了当地的热门打卡景点哦。但是这棵大名鼎鼎的金城武树，最近呢却被证明为奉茶树。原来呢，就是因为长荣航空跟金城武的合约到期，怕有侵权问题，只好把树改回旧名。但是就怕名字一改会降低游客的参访意愿，池上乡公所就表示了，将会持续的透过管道向金城武本人争取是否能够保留命名。广阔的田园上，绿油油的金城武树在博朗大道超醒目，吸引许多观光客聚集树下拍照乘凉。这棵加东树之所以会爆红，全因为影星金城武曾在树下喝茶、拍摄长荣航空的广告而声名大噪。有了金城武树这个称号，甚至成了池上的著名地标。但现在这名称可能要走入历史了。由于金城武跟长荣航空的广告合约已经期满，担心金城武一词会有侵权问题，因此台东县政府近期在交通及观光发展处的网站上，把这个地标的名称从金城武树改回旧名奉茶树，不能再以金城武为当地行销。而根据台东县府统计，金城武树这几年来为池上带动数十万甚至100万的观光人次，至少创造了7亿元产值，但让当地旅游业者担心，名字一改可能会影响
响到游客的参访意愿。那因为合作的年限到了之后，那因为我们实际在这边工厂有时候就把它称为工厂。究竟树民会不会影响观光，看法各异，但当地乡长表示希望能跟金城武的经纪公司联络，争取沿用金城武树这个美名。谢宗报道。国军本周在屏东南区乡镇进行各项操演，4号下午3点多，陆军复仇者飞弹车发射了一枚刺针飞弹，突然因为不明原因未点火落海。军方6号清晨派员下水搜索，确认并且标定了水下位置之后，前后总共进行了2次水下爆破，终于在中午完全清除，整个画面是相当震撼。风平浪静海面，下一秒传出爆破声响。砰的一声，海面溅起至少2层楼高的浪花，画面超震撼。原来军方在进行水下爆破，就要清除未爆弹。就是这枚国军进行操演所发射的刺针飞弹，演训发射后不明原因未点火而落海，因此军方后续派员搜索进行爆破。昨天跟前天总共有大概2发是落海，确定没有爆的是离岸比较近的这一发。国军本周在屏东南区各个乡镇进行雷霆天马神功操演，4号下午3点多，陆军复仇者飞弹车发射的一枚刺针飞弹因不明原因未点火落海。对此，八军团也在6号清晨派员下水搜索，一确认并标定水下位置后，上午10点多，水下作业大队也进行第一次水下爆破，后续发现仍有弹头残骸，再持续第二次爆破，终于在中午12点多完全清除。国军这个做法哈，让民众会感到安心啦。为强化短程防空能力，我国日前向美国采购500枚监射式刺针飞弹，预计2025年全数到位。而这回刺针飞弹未点火落海，好在军方积极处置作为，也解除未爆弹对民众的威胁。记者苏水平报道。